的平凡不过是用余生陪伴。我愿意。你愿意看他敲三角铁？对啊，我愿意。而且我觉得林志孝同学的三角铁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。还有我刚才听到你要林志孝同学赔偿，据我目测你的大提琴没有一点的损伤，当然如果你坚持要赔偿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找一家专业机构认证损伤程度和设计金额，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愿意赔给你。哎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他是我的粉丝。粉丝哦，粉丝。看吧。干嘛？你这个样子李阿姨会担心的，让她好好休息。跟我来。找过我妈了吗？她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李阿姨只是感冒而已，一时药效上来了，睡过去醒不来。别担心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我知道你跟高医生更加相配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难而退呢？你为什么一直在耍我？为什么一直在跟我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呢？是这么想，不然呢？别动。听到了吗？我怕你受委屈，可以了吗？这个答案满意了吧？现在可以跟我过去了吗？不用去了，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听到的消息，他们已经撤诉了。调查结果也是显示我没有任何的过失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想想怎么办，我这一次好像真的感冒了。你还在装？我没有，你要好好的照顾我。